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2月10号，张医师线上课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原始点手法的正确舒缓。张医师，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涂加本尼，它的涂法其实跟我们的舒缓其实是有关，那两个结合。比如我最后一次来，就是遇到一个肚子很大的，那个大肠癌的，那个很严重。我认为我的看法是不大乐观，然后要他家属赶快学。那像这一个患者，他的舒缓就很重要。你如果照一般这样涂，他进不去，然后他整个肚子都已经撑得大大，很胀，所以他稍微有一点力度进去，但又是他人承受，那这个舒缓就是平常要练习，所以我才说，那没有教大家，可能也没有经验，到底要用轻用重？事实上在舒缓的过程中，事实上你看臀部就好，臀部的舒缓，事实上可以按到很深，也可以解症。那同样用在我们涂姜本尼，它也可以让热源渗透进去，所以有一些涂姜本尼比如说皮肤痒照你涂都会有效，有些涂就没有效，就是那个力道没有进去，不能让热源深入到体腔位置，所以我觉得除了考试，那如果以整体来看，我们的舒缓要练习，然后手要轻巧，然后将来在涂姜本尼那个技巧都是一致的，他没有这些深入的热源，然后加上有一些舒缓的动作，那我们在舒缓既可以帮他解症，又可以让热源渗透进去，所以这就是我说的我们原始点的绝招了。简单讲，这个已经算是我们的绝招。为什么很多重病来西医也没办法来到我们这里就涂姜本尼，然后配合这样，他竟然当下就感受到，就改善。其实它里面就是结合了那些技巧，所以你们现在要学的就是这个手法，舒缓的动作。现在来看，以前都不重要，但是我看到涂姜本尼之后，我自己深刻感受那你们以前没有很在乎舒缓的动作，那可能在涂姜本尼你们就做不到位。我对热源的体悟这几年然后这样做下来，我的感受确实是不一样。我认为原来体香跟热源是互为影响，那你要体香没有解决，你热源有时候是进不去的，包括你喝姜汤也进不去，电毯也进不去，所以有些人喝到嘴巴会破。我们常问，那这些体香都没有解开，有时候才会。所以到最后，我的感觉还是回到我们原来，所有疾病皆因体香及热能不足。那体香一定要用手法，那热能不足一定要用热源来改善。那最好的热源就是姜，已经没有其他了。那所以我们现在要维护这个健康的身体，喝的是姜本尼，涂的也是姜本尼，然后再来配合手法，那这样就可以玩到顶级了。所以这一堂课我是觉得对你们在处理重病患者，还有包括乳癌我说的硬结肿块这些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了。所以不要看那些小动作。好，那如果背后都像这样，你们背后应该是效果都不错，我只能这样讲。反正都你们现在也看到，其实都要有一点力量进去。那手也一样找一个方向对的地方顶进去然后再舒缓每一个部位都是这样然后包括这里也是一样一定要这样力量进去之前他们没有用到这么深，力道没有这么大。那
就是问题所在。张医师，那只要按这边，另外内侧不用哈？你可以啊，你就叫他翻过来啊。你就自己做的话，对啊，也没有办法这么大的力量，你知道吗？这就没办法。所以哦，像我们志工一定要互相帮忙啊，这种力量都蛮大的，而且可以按到很深层。对，这个都是痛点，都是痛点了、啊。你都有痛点，都有痛点。那我告诉你，你这个都是问题，因为你平常不觉得痛，那我一按你就觉得痛，那个就是我们压痛点。那压痛点就是体伤，那体伤一定要解决，所以它整个都是痛点，那就代表整个都是体伤。那整个检查下来，如果是那整个涂姜本灵就是要这样按，然后来回三次，让它深层进去去修复体伤。重点在这一段，而非这一段，因为患处体伤是越接近什么患处的地方，它这里嘛，然后我们再延伸到这里。如果要到这里，那就更长。我认为，因为手肘这里的开关到这里。都可以管理的，所以我认为应该从这里管理到腕骨，然后这里又管理到手指，这里两个开关解开，然后这一整片有患处的痛点都帮他按一按，那我认为应该可以改善。但确实他自己没办法，那个力量哦，使不上力，一定要别人来按。那我认为这些如果都又是痛点的话，你光这样做有时候是不够的、哦、所以在患处体伤，当你们发现哎，往上还有痛点，那这个都要推还要涂。即便那个烤灯啊，我们常常讲烤灯还有那个远红外线照，我告诉各位那个都是在表层，记得我讲那个热没办法渗透到近层，要到深层一定是姜粉泥涂，然后借由身体吸收，这样还不够哦，还要配合手法。那你灯罩你也没有配合手法，所以为什么很多到重病的时候，他光灯罩，还有红豆袋软贴，最后还是失败，电毯也碎。因为当你在按的时候，骨质疏松是西医讲的。那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按推会把人家按伤蛮力？我教你们的就是第一个手一定是这样轻松的，然后稍微顶进去是靠不是手的力量，身体稍微往前，然后如果他说哎很痛，你就不能再深层了。患者会告诉你他有那个机制，所以一般你按的时候都是以患者能接受。那好，如果说你们遇到担心这个老人家，比如八九十岁，那我认为八九十岁你不要把他当作年轻人在用，我想这是我们的尝试。所以不是他因为有骨质疏松哦，是因为我们考虑到风险性，因为老人家你老实讲你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啊、哦？有时候反应慢一点，你又用那么大力，就会出问题。所以只要遇到老人家，一般包括我按推，都会减轻。然后如果说，因为他提的哈、哦、是用西医的名称，我一直在教的时候不想用这些名称，因为骨质疏松是西医检查的。那如果说我们这样都要照西医检查，那就没有自主性，以后。你在按推的时候都要叫患者去检查有没有骨质疏松，然后如果有哦，我们就小力，没有我们就大力，那我们整个主导性就没有。所以我们是以观察，我说原始点它的诊断跟治疗的方法是以观察，观察这个人整个形体体力怎么样、哦、然后他瘦跟胖，哎，也许你在按推的力量也会不一样，还有年纪轻跟年老的按推的力量也不一样，所以这些都是变成一个基本的常识、啊、你不可能看到一个比如说癌末患者瘦到皮包骨了，来趴着我照样那样，不可能嘛、哦、那这个可能就会出。所以原始点他不考虑骨质疏松的问题，
然后也不考虑很多西医检查啊，我要增钢钉啊，能不能舒缓了、啊？我照样舒缓了、啊，理由很简单，我是按推他的骨旁的肉啊，我又不是去顶他的那个钢铁那些有的没有，哦、我顶了我也自找麻烦嘛。所以原始点它基本上是不考虑西医的一些讲法，哦、那当然他问的是帮很多外面的人都会问我这些问题的，那我的回答我认为那个都不是重要，你观察，反正瘦跟胖，哦、年纪大跟年纪轻，你的按法都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对于一些已经瘦乳癌像哦，癌末病患有些暴瘦，体力很差的，很瘦弱的，我相信有时候连按都不想按，我都会直接叫大家舒缓一下，然后涂姜粉油，哦，类似这样。然后年纪大，你看那个上次大陆有一个就是这样帮人家按了，马上断了好几根肋骨，那个是年纪很大，然后他的力量又怎么样，很猛，啊，不是因为他没有。哦、看到报告就按出问题，跟骨质疏松有没有那个都我认为另当别论，而是用错。趴着的话、哦、其实这个也都可以这样做，你不管他什么动作，因为为什么，理由很简单，他这个力量他已经被顶住了，你就没有必要再这样扶的力量、啊、这样直接进去就可以了。你看我整骨下来也是这样，我就直接顶进去，然后再推，按，推，按，推，有没有？舒缓的动作就是这样，这么简单。然后脖子也是，顶进去，顶进去，这个趴着也是很好做，更好做、啊、好，然后你看，有没有？好，所以你们这样看下来，原来这里的舒缓坐姿其实跟躺的姿势是一样。躺你反而少一个动作，少重点，因为他床已经帮你了，好，这个已经没问题了。好，所以刚刚坐姿如果会，我认为这里也没有问题，这个理论上力道比较大，当然力量比较大，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床已经把你固定，但是我就是说如果没有床，你有时候去患者家或者是怎么样，然后要舒缓你还是可以做出来，只是没有床那么方便。好，那我们这个舒缓我们继续来讲、哦、接下来我们都用这一个来舒缓一样的，尤其脊椎两侧一定是这个工具。好，你们看、哦、脚一定站直，因为为什么，如果舒缓用这里的工具或用这里的工具拳头法，你脚是不能蹲的，我们用手肘才会蹲啊，啊，那如果用这里的工具，只要掌或是前或是腕骨都一样，就是都是站直的。好，那这样就没有问题。好，跟我们的按推不大一样哈。这里你们有没有注意？我一开始就顶进去，那顶进去这里的手还是松松，跟我在按推。拳头法是一样，我不会，好，然后你看我顶进去之后，我相信俊杰一定可以做出来，因为他一样动作都一样啊，你会脖子这个动作也一定会，尤其床已经帮你固定啊，这样顶进去之后啊，他来回啊，这里还有一个技巧，就是要靠身体压下去，有一点身体往下沉，这个就要，为什么？因为坐你没办法往下沉啊，这个往下沉力量就变大，好，所以你看，你们注意一下，我往下沉有没有？往下沉，这样力量就大，好，然后我再推，哦，这样就可以舒缓到深层。同样，你们在涂姜粉泥，这样也可以涂到深层。好，然后这一手换手也是一样，这样舒服吗？舒服，力道也。力道也够，对不对？这个才是真实的舒缓。如果我没有讲，好像你们也没有一个能够做到位，就是不讲究，可能一般都是这样，啊，舒舒服服的，安尼居多了。我看的大部分都是这样啊，这个不对，事实上是要这样，然后身体要稍微顶进去，啊，这样才是，这样才是
标准的我们，所以你们这样就可以看出一件事，原始点它都讲按推，有没有？嗯，梳完的时候一样是按推，涂抹姜粉泥的时候一样是按推，不可能这样平平带过去。所以当你在涂姜粉泥的时候，你已经在帮它梳完了，那梳完如果力道稍微够也可以解症，又可以把热炎带进去，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同侧我也做给大家看，这个都不难啊，第一道会了，接下来这里都会。另外比较难舒缓的是在屁股，屁股它V字形嘛，那舒缓这里我说真的要有一点技巧，一般我看很少人做到标准，它力量也是一样按，然后就放松了，按，它没有推，它只有按，然后按，然后它会自然被顶出去，所以你只有往下沉的力量，按，好，就结束了，然后再把肉拨过来，再按，再拨过来，再按，这样。我们一般犯错是犯在按推啊，这里已经都肉软了，你推什么出去也是肉，那这样力量就完全没有了，所以一定就是这样，然后再抓过来。就是这样，它有一个巧劲，是不是跟这里一样？对对。好，好，启程怎么样？好像有点不大一样。有没有人看出来跟我哪里不一样？没有用身体，不是吗？不是，他有，但是他有往外拨。对，不用回来，压下去就只有顶进去，没有往外拨。对，只有往下沉，直线的力量，没有往外的力量。压下去，它还有一点出去的感觉。对对，感觉这样，是不是？启程现在有没有比较好一点？一样哎，一样啊、哦。嗯。俊杰，我跟你讲，来，你再按着，记得往前，好，往前，这样就顶下去了，对不对？嗯。然后往下，好，这样就松了，手松，手这里松，这里这里就松了，然后再把肉抓过来，然后再过去，顶进去，顶，身体往下压，顶，好，顶到深层了，不要往外拨、哦，顶进去就好，然后放松。手放松，然后把它抓过来，不能离开肉哦。嗯，好，然后再顶进去。好，这里我们常常在涂姜粉泥，尤其腹水这些哈、哦。当你在涂的时候，一样，这里它有时候你那个手一样，整个贴住，然后稍微按，按推，按推。其实跟屁股有没有一样？抓住，不要离开，然后这样它会有安全感。这样，然后这样顶进去，这里是柔软的，背部是硬的，但涂法舒缓其实是一致的。好，嗯，这样舒服吗？真的舒服、啊、真的哈、哦、不愿意离开因为哈、哦、我那个力量有进去哦，你们有没有看到？有。这个，然后你们在涂是怎么涂的？表面有没有？我问你，这样的感觉跟我刚刚那个感觉不一样，差很多，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很多患者涂完他没有什么感受？然后我上次去台中，台中他们在问我一个腹水，也是涂完他说热在表皮耶，但是我叫他们这样顶进去，这样，哎，他就说有渗透进去，是不是这样？真的不一样哦，所以原来肚子是可以这样哦，不是只有这样哦，
啊，你们还在研究左十千右十千的，还有人在问我要到底要左转还是右转，人家说右转比较好，有些人说左转，都是乱扯的。在我们来看哦，他其实动作都可以，他也没有什么左转右转，你就是好这样可以舒缓，对不对？中间我到旁边也是可以舒缓啊，对不对？哦，一样。然后我把它抓过来顶进去，这样是不是也舒服？你看哦，我到旁边它也是舒服的哦，那代表什么？原来都可以这样，所以一体适用，是不是可以？好，那到这里也是一样，哇，这个舒缓应该蛮舒服，尤其我们膀胱很少人帮我们舒缓的，这个患处有感觉吗？啊，原来这里都可以啊。那我们患处有时候哈、哦，我告诉你们，有时候它痛。患处痛，你稍微下去哦，他觉得很痛啊，那个就是问题所在。那这样你就稍微轻一点，然后这样多按几下，哦，然后多涂几下，然后姜粉泥就会干掉，然后热也会因为你这种手法而把它带到深层。那张医师，你这只手是没有用力的，是？没有。然后女生就不能这样做，我可能就这样，但是我习惯也还是要有一个扶的。为什么？这个高低不一样，很难做，所以还是要有一个啊、哦、固定。但这一手是支撑点了，我这一手没有用力哦，你看啊、哦，然后轻轻扶着、哦，搭在上面而已。这样患者会感觉安全感，包括我在按背部也是一手，为什么要扶着？患者会感觉安全感。啊，但是实际上是不作用。嗯嗯，这样好。一进去，然后用力进去，然后慢慢它就会干掉。啊，干掉，再把它搓，哇，那个屑屑搓掉，再来一遍，如此三遍啊，这样就算一个。完整的疗程了，他很刻意在抓，这个还不是我要的。这里不像臀部，臀部会往那个，这不会，所以这个不会，对，这个柔柔，你顶进去，下去就好，对，下去就好，对对对，所以你看哈，不一样的部位还是会同中有异。啊，这个一定去做，慢慢体会啊。但大原则都一样，有像，它是有一点往前面推那种感觉。哦，它没有顶进去的。第一个动作一定是往下压，才叫做按。然后推可以稍微放松的时候稍微推，因为姜粉泥滑滑的嘛，就可以这样。那这样力量就可以渗透进去。像有了哦，哎，不错，好，用身体顶进去，把手带进去，不能往外拨，然后手就松掉，再把肉抓回来，啊，不能离开肉，哎，就是这样的技巧，好，其实有没有比较好一点？差不多，他没有，那个力量还没有悟到那个，这个可能这里真的有难度。但你们连下去那个力量都感觉不对，所以我觉得，哦，这个不好弄，因为它会滑，这里舒缓，这里会滑，本身压下去就滑，它本身滑没关系，你下去之后，它因为它滑，所以人家看你以为往外推，其实你没有，哦，没有，然后你下去之后，虽然跟着肉滑出去，那没关系，所以你手在放松，但是不能离肉，再把它抓回来。再按，这样反反复复，就这么样。你都是有一点往外推。对。肉不能起来，离开肉就错了。你那个掌心不能离肉。有没有像啊？还是有点就往外推。哦，有点在支撑。它还是往外推。这样有没有像？我知道，比较像嘛。
这个可以哈、哦。哎，真的。对哦。哦。它滑，它没关系啊，快也没关系，这样可以。好，好，那大概就这样。我在最后示范了、啊，其实跟快慢无关了、啊。你做到最后，它就是这样，顶进去，然后这样，然后这样，然后最后滑出去，是因为就像他讲的，他的骨头，他骨头好像生胎了、哦，很滑了、所以你自然就会被滑出去。事实上，我只有压下去的力量。好，我先讲技巧。你站着的时候，大概我们的手哦在涂，所谓的涂一定是我们的指还有掌都要贴到患者的身体。接触皮肤，贴紧，它是这样，然后借由这里的滑，然后贴住之后，有一个力量是怎样？这个手整个手掌，包括手指还有手掌，啊，整个贴住，然后身体往稍微往下压，有没有？那这样就叫顶进去了，但是它面积大，整片的，然后再借由这个姜粉泥就可以。整个贴住，然后再滑过去。它现在没有姜粉泥，就感觉很涩，是这样。然后再拨顶，然后再，哦，这个皮肤没有姜粉泥，大概是这样。好，我勉强这样做。然后到下面也是一样，有没有？有没有？这里都贴住，然后再拨。然后其实主力，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里力量还是占蛮大的。这样，这样，好，这样，这样，这样，好，到这样，这里都可以用身体的力量进去。好，这是我们的手法。我说涂，我们常常说涂姜粉泥，你，我看有些志工就这样。你们也是这样，有一些真的是这样，我们这里应该会比较好一点，啊，他这样都在表层，但没有力量进去，他那个热源没办法到深入，所以他一定热源一定是要配合我们的术法，所以涂抹那个字眼哦，在我的看法其实就是舒缓的一种，只是他。用的面积比较大，它既用手指头，又用手掌，然后配合身体力量，稍微往下顶，那个力量跟我们刚刚教你们的一模一样，都是这样往下顶。它因为是用这里，所以脚站不可能站蹲的，都是挺直的，那这样才会有力量。好，这样。那这个是手的部分，那现在我们要涂姜粉泥，姜粉泥第一个哦，不要太少，要挖就这样，大坨一点，大坨这样够大，我不知道你们的大，好，这样哦，假设了哈，我慢慢让它冷哈，那这样哦，稍微涂均匀啊，然后整个就可以这样。你身体可以着力点，好，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看到？所以力量就有，我有没有进去？有啊，这个才是涂抹啊，所以绝对不是这样哦，拿了这样哦，不是这样哦，所以它还是要有一点技巧，这样。然后这种动作很舒服，你这样整个贴住，你看我的手有没有手指头哦？对对，跟其他都不一样。然后这样，然后借由姜粉泥整个过去，有没有？然
然后我到这里，我还是在用身体的力量，有没有？我整个下去，然后包括手指头我也下去，身体跟着过来。对，好，我们大概就是这个范围了，好，然后这样周而复始，然后你看我这样也是顶进去哦，然后我周而复始，周而复始。手指头跟手掌不能离开它的肉，不能一下子这样，然后又这样不舒服，绝对是要整个紧密的贴住，然后配合身体。好，那一遍要涂到多久呢？涂到它干，就是这样一大片，要涂到它干。那也有人说到这里的时候不好涂，拨过来，这个我也同意。拨过来的时候是也是用手，我的腕骨这样拨过来，有没有？其实这样是不是也蛮舒服的？都很舒服哈、哦。所以我每个动作有没有配合身体？你们注意看，都身体跟着。其实都有。其实，然后那个力量都要进去，所以绝对不能，一定要淡如虚花啦，就是这样，每个动作真的把姜母鱼这样才能够渗透进去。其实这样还没有干呢，所以你要涂到干的时候，你已经帮它怎么样舒缓了，舒缓很久。所以它也可以达到舒缓解症，然后热源又可以渗透进去。所以我常常说，这个是变成常常重病患者救急的很好方式。我这出的力气蛮大的呢，还弓箭步。没错。所以。我说你们有时候热源进不去，就是在这里。好，那慢慢干了，开始射了，快推不动了。好，真的越来越干。好，大家注意哈。这个时候差不多快收尾了。好，这个都干了哈。好，这里大家看看都干了哈、这时候干的时候就是用拨的，把屑屑拨掉而已，这个没什么，但是会拨那个手整个也是贴紧的哦，拨一样，有没有？这个屑屑就把它拨干净而已。这样就马上可以让热源渗透进去，又可以解症，又舒缓，一次达到。家的烤灯或许会比较快。其实烤灯哦，差在哪里呢？它没有按推舒缓的动作，热不容易渗透到深层。可是当我们在按推的时候，不一定，它会受不了。这样。因为它在涂的过程，其实它应该你。好，我这样把它拨干。我等一下哈、你们再来摸它的皮肤。刚刚有没有人摸它的皮肤？有。好，你再摸一下。现在是光滑的。好滑哦。对，哎呦，很舒服哦。真的、啊。真的呢，很舒服。那个，现在皮肤是变得很很舒缓的。好滑、好细哦，好细哦。真的。所以应该是这样。那这样就一次。那三次真的差不多要30分。其实哈、这里都是骨头哈、然后女孩子那个肉比较多，胸部啊、那这个哈、我觉得哈、不适合像这样平推过去的。一般女孩子应该是这样说，她要推的时候，因为每个人大小也不一啦，肉多肉少也不一啦。那你第一个
如果是真的是针对乳癌患者，他有什么还是要恢复到我们之前的那个诊断方法了。如果他纯粹是要来舒缓，我还真的不会，因为我没有帮女孩子这样舒缓过，但是我相信方法一定都一样，就是你即便肉多啊，就是这样贴着嘛，然后这样舒缓，哦，这样舒缓一定也是这样。那力量的大小你自己可以控制，所以它的舒缓一定是这样，但不可能变成我们这样平推的，这个是不可能的。你们说那胸部怎么样要避开？那个没办法，那你怎么平推啊？肉又好像一个小山丘。你又高又低，你不可能平推过去，所以这时候我认为他的处理方法就是照我们乳癌的方法检查。第一个先看大或小，好，然后如果是大，那一样贴着，这样把它周围，一定是这个力量加上这个力量，所以跟我们刚刚教的有没有一样？完全一样。好。这大概就是这样了。好，我稍微示范。那如果要检查，如果很小，哦，找不到，那我有时候会这样贴住，沿着肋骨去找有没有硬结肿块。应该乳癌的做法是这样的，哦，有没有？哦，这样啊，整个顶进去。其实它的舒缓就有一点按推啊，也是一样，要有这样顶进去。那你有些用指腹也可以，哦，那也是顶，然后再推看看有没有硬结肿块。那不可能那个手法可以应用到上胸部，男生嘛我还没有推过但我认为男生应该可以啦，也就是这样，因为男生没什么肉嘛，哦，那这样就可以，也是可以。好，我稍微示范一下，这样是不是也蛮舒服的，对不对？好，那因为哈，你所用的力量都没有蛮力，你们看看哈，我这样贴住之后，我的力量来自于上半身，我整个下沉，然后再把它慢慢推过去，然后贴着推过去，所以那个力量应该是就是这样，所以没什么分别了，男生没什么分别，最困扰的是女生啊，女生我一般是只有处理乳癌。那如果要舒缓，我认为也是跟乳癌的舒缓按推一模一样，这样大家没有问题的吧？那再次请问，涂浆你，因为我们以前涂是大概是这样子，还是一样像现在这样涂是吗？他你们是这样的哈？对，以前就是都是这样。其实不用这样，其实一样。你当你手涂弄浆粉泥多的时候，你自己弄均匀。把它贴着，然后就开始两边这样，哦，然后固定啊，这一边如果要这一边也可以固定嘛，啊，这样就可以都进去了嘛，是不是啊？这样有一点那个舒缓是变表层了，那我们现在强调就是说，今天要教的目的就是要教各位，其实要把热源深入进去，它所有的舒缓都是按推的一种方式，但名称不一样，但你一定要有按推啊，不能只有在上面好像打太极拳，力量都一样，就像这样这样这样来，哦，那这个不是标准。像我们志工在帮我就是推背的话，推那个浆果腹的话，基本上都能够推的都会发热，但他推这个手背的话。好，那我们再来示范，啊，他手臂现在是手麻的问题。好，手麻哦，大家知道手麻哦，整个手麻一般如果按推这里或按推这里，它不能减轻，一定是患处体香，那患处体香我的建议啦，就是从这一段都帮它整个推。好，那涂姜粉泥这里也有技巧一样，技巧就是按推。好，我们来，现在刚好有姜粉泥，我们来示范一下。如果开始哈，一手，那这样，整个哈，这里都涂均匀啊，力量放在哪里？一样，这里。然后大家看哈，我有没有顶进去？一定要这样，
啊，你们现在涂的都是这样，所以他没有感觉。一定要这样进去，每一处都是这样。你们有没有感觉我有施力？有，那个力量不是蛮力，就是你们有没有注意？我这一手也是顶过来，有没有？跟处理乳癌、处理那个都是一样的，这一手顶过来，然后这一手顶过去，然后开始有没有？这样就能深入了。然后我这里的力量比指腹你们这里大，你们有时候这样进不去，我建议是这样。即便手也是这样哦，那到这里一样，因为它是整个面的，患处体香，所以你就这样顶进去，让热源渗透进去。有没有力量？有。好，那坐的是这样坐，哦，那如果他躺着好，就一样。方法一模一样，有没有？力量是不是蛮大的？比刚刚大很多，对不对？对，一样的道理。这都这都有痛点。你现在这里有痛点是吧？我自己按也都有痛点。所以这种热源就可以渗透进去，然后这样比单纯的按还效果还好。那一般两三遍，力量都进去了。你们记得哈，哦。那个热源哈，会随力道稍微大，它那个热源会渗透的更深。这个我已经在很多患者已经试过了，所以我最后才确认为什么热源一定要配合手法。那如果它是比较严重，一定要到深层的时候，你一定要懂得把它按到深层，就像这样，好，一定要到深层去。现在差不多干了啦，我是这样示范给大家看。一定要进去，那这样热源渗透进去，它才有办法修复深层的体伤。要不然如果它的体伤是在表层，那就不用到那么大力。问题它这个已经很久了，所以我认为应该是在深层，所以那个力量一定要进去。张医师，我有个问题，啊，你说像他这个骨头是这样长，对不对？那我们是这样子，这个方向可不可以也是用这个方向？不用管什么方向，我现在哈，找最轻松的方法。你们如果这样不好推啊，对不对？你这样，我整个面积这么大，我就直接顶过去，然后这样他在床上，我就用这种手法。那如果你说要这样可不可以？这样不磨丢谁啦，就是你也可以这样做，但是这样力量没有我刚刚那么大，是吧？来，启程你看看，我做给你看。他说这样，即便动作相似，但是力量是不是少了一点？对哈，那你看我站这样的时候，那个力量是不是都整个进去了？对吧？对。好，我们今天的直播原始点手法的正确舒缓就播放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下星期见。